大家好，我是大姚。今天咱们接到了医院那边传来的好消息，就是小金毛的孙医生今天给他们发消息说，就是小家伙的治疗可以停下来了，就是再观察观察看看，如果不会出现上次那种就是断这个停了治疗之后后腿还无力的那现象，如果那个现象不再出现，小金毛就可以被接出院了，这样也就是省了很大的麻烦，也不用来回两边跑了。因为在我这一天天的徐州小院这两边跑，都照顾不好，都照顾不过来。而且小院这边的猫孩子，咱们还得麻烦就是邻居大爷帮我们给照看。然后今天也是再给他们改善一下伙食吧，增点营养。肉这次咱不给他们切了，这也就一会儿用那个绞肉机给他们打碎，打碎呢拌的更匀，都能吃得上。要是前面这是肉点的话，那有的都挑着肉点吃。Thank you.